有名的牛舌饭，炭烤的，真超火啊！现在没有到点儿，一会儿就要排大队了。在一个日本超市里，还有卖化妆品啊等等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日本料理。还有火头山拉面，炒面，海南鸡饭，天妇罗，这是拉面。好，这开始排队了。这家店不错呀。哇，特别好的工作餐，这个汤里面还有牛肉，看看花了多少钱，两个人花了53.44元。